跟我们的亲爱的家人一起哈，除了我们两位新朋友，等一下温琪也请文丽跟燕秀可以会后留下来。
26号就是未来的这一周礼拜六晚上7点到9点，我们会有一个莺歌区有好几间教会一起的联合报佳音。那这个真的是已经好多年了，大概有至少3-4年大概几乎我都会参加。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真的是看到神的福音的种子就这样子在我们的脚中走过之地就撒下福音的种子，按时后神就让它长大成结果了。所以欢迎弟兄姊妹，今天这礼拜六的7点到9点，那我们集合地点是在长老教会，莺歌的长老教会哈。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的话，特别是有小朋友一起参与，那个一定是老雷滚滚啊。那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预备心，那也为这件事祷告，希望这样子一个报佳音，一年比一年更带出神的果效，神的种子真的是福音的种子可以遍撒在莺歌这地。好，我们第二个就是隔天哈，礼拜天12月17号我们的主日哦。其实那天早上我们10点半会有主日，可是接下来请弟兄姊妹要注意哈，不要白跑一趟哈。那个主日改为下午，我们会弟兄姊妹都可以一起来参与下午4点到6点莺歌教会的联合圣诞音乐会。那这一次我们是用戏剧的方式哈，我们会有一出很棒的戏剧哈，是由亚东剧团来演的。那早上的10点就是我们本来主日的时间，如果弟兄姊妹那个时间是可以的，我们欢迎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在其实那个地点就是在我们巷口那里有一个公有市场的3楼。那公有市场3楼我们要做场铺，要做当天下午去一个聚会的场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早上的10点是有空的，欢迎你一起就在那里集合，一起来做一个场部。那接着我们教会负责的就是有几间教会一起协助，那我们教会也要负责维持厕所的清洁还有会后小礼物的发放，还有场地的恢复也是需要很多的能力盼望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参与。其实坐在最小的地方就是坐在神的里面，所以不要小看厕所清洁这件事，真的是神也是很悦纳的。好，那我们下一个，接下来就是我们教会自己的圣诞节的活动在12月24号礼拜天10点到12点就是我们的主日聚会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个灵粮小营馆圣诞节同乐会。那这样的一个电影分享会就是看电影然后分享之后我们会有爱宴，就是之后一家一菜的爱宴，也欢迎弟兄姊妹，你可以邀请你的家人、你的邻居或者是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同乐。那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的圣诞节可以有更多的新朋友、好朋友来参与在我们当中，一起来同庆耶稣的诞生。好，下一个，来，接下来就是有一个活动叫天国在我家，其实天国文化的一个系列的。那这个是他的第二，那第二应该在外面也会有。好，那如果说你们想要仔细看的话，它时间地点都在这里哈。它是一个今年应该是明年度2024年的天国文化的一个活动主题，叫天国在我家。那如果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可以的话哈，地点是在林良山庄，好，欢迎弟兄姊妹可以报名一起来参与这样子一个也是一个属灵的响应。好，我们下一页。好，这就是刚刚这就是文字的内容。那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早鸟优惠，1月2号之前如果有早鸟优惠，那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想要再更了解，那会后也可以问长青弟兄或是我们的传道孙小传道。好，来，请下一页。好，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当中有需要的肢体祷告，不管是大人或是孩子，好，我们每一个都看重。那我们要为我们当中有升高中、升大学的孩子来祷告哈。升高中的是君伟，升大学的是陈安。那真的是求神能够赐下智慧能力在这两个孩子的身上。主啊，真的是引领他们进到属于他们适合的学校，因为孩子的道路在神的手中。愿这两个孩子也愿意把他的道路交托给神，让神一个一个来带领。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愿他们所努力的能够来成就神的
灵，因为神在他们的当中有很好的美意。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开心的消息，嘿，我们的范生，范生前一阵子很努力的参加，就是练唱歌啊，还有我们的学习帮他们拍影片，哎，结果这一个就是国际学生歌唱比赛竟然荣获国小第一名。真的在学校表现很优异的，如果寄到传到我们教会里面，大家一起来喜乐，一起来同欢。好，来，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的城市代祷哈，为十二月十七号，就是接着我们大所报告的，我们等一下花一点点时间来祷告，为十六号的报佳音，十七号的联合布道会，我们为这两件事情来祷告，求神使用英歌众教会，使英歌众教会是同心合意。一个众教会是没有分别说你的教会我的教会，乃是大家都是神的教会，一起同心合意来做这事，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来为这件事来祷告。主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凝聚一个众教会，主啊，能够有这样这个福音的行动。主啊，在主啊十二月圣诞月当中，主啊，我们透过报佳音，我们透过戏剧，主啊，主啊，愿神。你的荣耀，你的名可以更多的，主啊，让设地的为信主、为神认识你的人能够来认识。主耶稣，我们欢迎你，主啊，欢迎你来到一个掌权作王。我们欢迎你，主啊，进到我们的一个报佳音的过程当中。我们欢迎你，主啊，进到我们的主啊戏剧里面。主啊，让更多的慕道友可以从当中，主啊得到感动。得到圣灵的感动，主啊，以至于他们可以更深的认识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真是将主啊，十二月十六号、十七号这两天的活动交在神的手中，这是神你做成的，愿神你来成就，你来荣耀你的名。主啊，使一个这地的硬土能够转化成软土，主啊，使一个这地更多的未信之民可以得着救恩，进到主啊各个的教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耶稣，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最后一个，我们为国家，因为接下来下个月就是总统的一个选举，那我们求神来祝福这件事，合神心意的人被高举。好，我们一起来同声一起来念，亲爱的主，民间团体陆续邀约各党派总统候选人。座谈辩论会，求主赐予主办单位的题目设计，透过候选人的公开分享对话，使大众了解候选人对教育政策的立场。求圣灵引导各党派总统候选人及自党团更深思考，讨论其立场、理念及政策主张，皆能在神的心意中成为国家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报告到这，我们欢迎秦慧来。感谢主，今天很高兴来跟你们分享我们家庭系列的最后一次。好，那因为上次是讲到同心什么受迫，就是说我们在世我们会被逼迫，那但是最后呢，我们终究是要得胜，就像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当时我想很多信徒都绝望，可是呢，我们今天知道我们领受的是什么，是他复活的大能。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白白相信了，就没有意义，就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意义。同样的，如果我们只是受逼迫，可是我们却没有得胜，那就枉然我们受逼迫，也枉然我们的牺牲。所以神的道他不是只是死在那里，死在那个时间，死在那个点，死在那件事上，而是在那个绝望之后，他能够怎样反败为胜，他能够死而复活，这才是我们的信仰最可贵的地方。好，那今天的题目就要来讲到同心得胜。那被逼迫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得胜，而什么叫得胜，我们的胜到底是世界的胜还是神眼中的胜，
在世界的眼中看到耶稣死了，啊，那个海寥寥的，没有盼望。可是呢，没有想到，你看他的死却成就了什么救恩？因为他真的全然献上，他就是成为一个赎罪祭，也把我们的罪致死在十字架。所以我们的罪是真的死了。耶稣如果没有死透，我们的罪就没有死透。那耶稣复活就代表说，在死透之后，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而怎样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其实才是信徒他的信仰旅程的起点和起点。可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常常会怎样？他得救之后，哎，刚开始很喜乐，觉得好高兴，好多人关心我，好多人爱我。然后呢，很多人会跟我分享，他就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孩，有奶喝就很高兴。可以睡得饱就很高兴，衣服穿得暖他就舒服。好，那时候是一个小孩，可是这个小孩他要长大，他要渐渐长大成为什么？有耶稣身量的一个信徒，然后成为一个门徒，成为一个什么使徒？好，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生命从得救，然后要走向成圣，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然后要得圣，要得冠冕。那个冠冕是神说：“哎呀，我的好宝贝，你们真的是做得太棒。我呢，身为你的父，我都觉得怎么样，与有荣焉，我感到荣耀。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最后我们说要得冠冕，对不对？保罗他也说嘛，当跑的路他跑尽了，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他要回天家是要去得荣耀的。好，不是说我到时候说啊，主啊，对不起，我做错了，所以你可不可以原谅我？或者是说像那个什么那些很不义的那些管家，对不对？那个什么主人把钱交给他，他竟然把他埋到地里，完全没有作为，完全没有作为。你就算放到银行里面去，他至少还能够怎么样生出利息。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说啊，我有什么宣教的使命啊，我有什么怎么样，不用讲的，好像说我有多多多大的蓝图。可是至少我这个人怎么样活出一个爱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喜乐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最少的，就在我这个身上。然后接下来我可以影响一个人，带一个人，然后两个人，让这个果子。因为你们要知道，一棵苹果树它可以结出很多苹果，对不对？但是这个苹果里面的一颗种子，一颗种子它是可以长出一棵树。所以如果圣灵浇灌了它，即使你献上的只是一颗种子，它是可以长成一棵树。所以那个种子我们得献上，好，我们得献上。那就好像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一个孩子他献上的五饼二鱼，能够喂饱四五千个人。同样的，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过一个节日，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我那天有 po 在我们的灵粮那个群组里面哈。其实，在犹太的节期，现在是叫做修殿节。那这个修殿节又称为光明节。那这个节庆怎么来的呢？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去谈节庆？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生活过得太平淡无奇，你们可能觉得啊，每天上班，每天起来，日升日落，有时候会太平淡，以至于我们怎么样？我们忘了去感恩，忘了去欢庆，好，所以有一些日子需要有点仪式感。这个仪式感就是说，哎，让我们记得一些事情，或者我们特别去做一些事情，好。那这个修殿节，它当时就是主前165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叙利亚的人就打进圣殿，然后在那里面故意杀猪啊，然后做一些羞辱神的事情，他们就是要羞辱犹太人的信仰，故意。好，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很有就是说很属灵的那些信徒呢，他们就起来反抗，而且把叙利亚人赶出去，然后把这个圣殿重新夺回。那夺回的时候发现圣殿只剩下一天的油，那要点灯，因为圣殿那个灯那个点那个灯就代表一种祷告，也代表神的光明是跟我们同在的嘛。哦，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就是凭着信心勇敢的把这个灯点起来之后，竟然那个灯油连续燃烧了8天。所以其实这个圣殿节啊，对那个献殿，他们就是重新献殿，把这个殿献给神嘛。他就是在一个纪念说，哦，神，如果我们做上了我们的一份，神自然会把接下来的事情做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份送上去，很有信心的，就像那个小孩子就很单纯，他自己就五饼二鱼，他自己拿起来躲起来吃不是就好了吗？可是他竟然愿意拿出来分享，他这个分享能够让神变成一个神迹，喂饱了所有人。同样的，我们每
一个人也是这样，我们就是把那一颗小小的种子献给神，让神去浇灌它，变成一棵树，而这棵树就长出很多的苹果。我们如果每一个信徒能够做这么一点点，把这个芥菜种的小种子献给神，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怎样，已经算是得胜，已经得胜。所以不要小看自己。而我今天要用的经文也是什么？雅比斯的祷告。大家都知道雅比斯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都听到，就雅比斯他其实也是一个怎么样，很卑微的人，很卑微的人。所以我今天要用这个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跟我先生，因为我们既然是讲家庭系列，当然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来走这个得胜的人生。那我们现在先来念一下雅比斯的这个经文好不好？历代志上四章九到十节，雅比斯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是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就求告以色列的神说，是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疆界，你的手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个小人物，其实他说他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可是你看他的妈妈给他取了一个名字，简直就像阿猫阿狗这样子，阿草，对不对？哦，我生他很痛苦，所以他这个名字本身代表的就是痛苦。一个人的名字每天念一次，痛苦，痛苦。你想这个名字是祝福吗？不是嘛？就像雅各的名字抓抓抓，对不对？所以他这一生就一直在那边抓抓抓，对不对？可是当他遇到神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帮他改名字，改名字。所以其实名字很重要，因为名字他就是一直宣告宣告宣告。所以其实他这里说雅比斯比他的众兄弟更尊贵，他要讲的其实是因为他懂得怎么样寻求神，以至于他的生命就可以从最卑微的地方被神来翻转。所以他那个尊贵并不是因为、哦、他在世上很有成就、哦、有名 有利有地位，他不是。他其实要讲的就是说，这个雅比斯他懂得，我这么卑微的人，我这么卑贱的人，连出生都让妈妈这么痛苦，以至于妈妈都要给我取一个名字叫做痛苦。我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我怎样透过神来翻转我的人生？而且你看他的祷告非常的诚实，你看哦，他说哈、哦，保佑我不要遭患难，不要受艰苦。这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心声。有人会去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为你殉道。我觉得太少人了，真的是万中选一，很少人会说，哦，主啊，你就让我为你殉道吧，那实在是太可怕了，对吗？我们大部分都是希望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平安喜乐。好，我也不敢说哦，我要什么名啊、利啊、地位啊，我至少怎么样，我要有衣有食，这个是基本上多数信徒。那你看哦，你看亚比斯坦是这样，他就是说，你不要让我遭到患难，不要受到什么艰苦，对不对？所以你看他的祈祷也是非常反映我们一般人的心声。一般人就是说啊，祝福我、哦、然后让我有个房子可以住，对不对？有个好工作可以做，然后有一份好的收入，让我可以把家养好。大部分的人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亚比斯就这样跟神求，而神有没有说，哦，你这小子信心太小了吧？好、哦，你太小看我了。神没有这样子，神就是应允他所求的，神就应允，就是回应他 ，OK， yes， 没问题，就是这样子。好、哦，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也是平平凡凡普通人，好、哦，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背景，但是我们想要跟神求一个祝福我，扩张我的境界，好、哦，然后呢，让我怎么样，常常可以感觉到我跟你同在，不要遭受患难，不要有痛苦，这样子。所以你看看，好、哦，亚比斯他就是这样一个很卑微的人，然后他跟神求的东西也是一般人想要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他的生命怎么样来成为我们的光，好，成为我们前方的指引。OK， 好，引言哈，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讲纲哈。我今天的引言就是要讲，你的思想决定你的格局。你看亚比斯，虽然他的名字是这么的不堪，可是呢，他的思想里面他就是怎样，他想要神，而且他求神扩张他的境界，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对不对？扩张我的境界。那如果不可以，至少也可以让我怎么样，免遭患难，免受痛苦。
然后呢，结语我要讲的是行动决定你的疆界。我们可以想，他们说晚上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这样，想的时候都是思想的伟人，可是做的时候都是什么？行动的侏儒，就怎样？那个手做不下去，脚也走不动。好、哦，那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现在要来学习亚比斯，好、哦，怎么样去在这一生里面，照着神的心意，紧紧的抓住神，跟神同在。你如果跟神同在，你这个人不会暗淡，因为神的光自然会照到你身上。你看摩西，他到西乃山上跟神相处的时间下来，那个脸都是发光的，让人怎样？哦，太闪耀了，好、哦，那个闪亮亮，对不对？好、哦，所以我们只要跟神靠近，我们不会缺乏，我们也不会黑暗的，不会暗淡无光，不会，好、哦，不会的。好，所以我们呢，思想，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个思想的能力，看的用神的视野来看，可是我们也要采取行动，让圣灵推动我们向前走。好，不是说哎，我自己就一马当先向前走，不是，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要采取行动，走出那个疆界。因为你没有走，神说这四境都是你的地，那你也要去寻寻参罪嘛，要去寻啊。寻甜水嘛，对吧？然后带你说啊，你寻甜水，看看有没有啊、哦、什么给你偷吃的啊，有没有人给你偷走？有没有？有时候乡下人不是说种的东西，哎，半夜怎么被他偷走？前一阵子还有人去偷冬瓜，哦，我就有看到这个新闻哈、哦。然后因为我妈妈有种冬瓜哈，我妈妈很厉害，她种冬瓜，而且她还把冬瓜从山上扛下来，哦，给我，我真的是太蒙福了哈、哦。好，所以呢，你手按到有空。哦，好，对不起，没事没事，我按了，好 ，OK， 所以你们要在思想上用神的眼光来看，然后呢，在行动上让圣灵来引导你，引导你。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讲哈，这个那怎么来影响？你看突破跟更新，就是说你在生命的态度上面，你一个基督徒千万不要只觉得说啊，我就这样就好了，要有一种突破跟更新的一种心智，心智这个就很像那个探子，有没有？十二个探子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看到哦，那个葡萄那么大，那个人那么大，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害怕。所以十二个有十个都是报坏消息，但是只有两个，他们的眼光就跟异于常人。哦，那个葡萄这么大。哦、那个迦南的葡萄是要用扁担、哦、然后这样两个人扛的一串，他们看到哇，这么富足，这么丰盛，神竟然要把这样的地赐给我，他们没有害怕。可是呢，那十个人就很害怕。那如果你用那种害怕的眼光，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进到，你没有办法进到，所以你就没办法走出一个突破跟更新的生命。因此在起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怎样跟神要一个心智，主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像你的眼睛一样来看这个世界。你要升维上来，要拉到神的一个高度，就好像搭飞机的时候，你看我那个每一个房子都变成像小蚂蚁一样，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哦、然后呢，同时你要知道你的视角，我们人啊看东西，像我现在这样看，我就会有我的视角，比如说我就不知道后面怎么，对不对？我们会有这个问题。那怎么样来修正这个部分，就要透过别人来帮你，别人，对不对？旁边我看不到的，或者是你们就可以告诉我，哎，你后面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可以来补足我。所以我们要在肢体内，哦，肢体内。另外呢，你的观点跟你的盲点，我们要有一种，像我在学谘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他真的是一个大师，他常常给我们一个概念，那个概念叫 unknowing attitude。 他告诉我们说，不管你遇见一个什么样的案主来到你面前，你不管多么厉害，是一个大师，你都要用一种心态叫做 unknowing attitude， 就是说我不懂，我不知道，我可能错了，要有一个这样，这个就是一种谦卑，一种谦虚。因为如果你不谦虚，圣灵进不来，因为你已经满了，满了的话，你里面都是你个人的观点，你里面都是你个人的思想跟你的见解，那神怎么倒进来？神怎么住进来？
对不对？就像你房子，你都沾满了东西，你就没有东西可以进来了。你是囤物品，满满的东西就无路无处可容嘛，没有地方可以放。好、哦，所以你到底让你的心装满了什么东西，或者你的脑袋装满什么东西？我们在世上有时候就听到人家骂人家说什么，脑袋装什么？哦，对，或者是什么脑袋什么进了什么？对嘛？那你到底装什么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哈、哦。所以我们的观点跟盲点，我们要留一个空间，就是说我可能弄错了，我可能不懂，我可能好、哦、不知道，要有一种这种 unknown attitude， 那你才能够保持一种谦虚跟学习的，还有可以再进展、再进步的空间。OK， 好，所以你的思想有三个地方要注意，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的观点。你的视角，你要有神的视角，然后你要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有时候是要听听别人的意见，但是也 不要因为别人的意见一直装满了你，以至于什么连神跟你讲话你都听不到，听到的都是世界的声音跟自己的声音，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安静，安静是非常重要，因为安静第一个你可以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然后你自己听到的是什么，然后呢，同时你可以听到神说什么。安静非常重要，安静好，好来，那以终为始，就是说，当我们要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我们要以终点来当起点。什么叫以终点当起点？我既然我的目标是这个，我的目标是要得胜，对不对？那我就不可以怎么样害怕战斗。你要得胜，你就要知道，这中间一定有人会怎么样阻挡你的去路，这是必然的。就像耶稣，他要成就救恩，他知道他就是要必死无疑。其实耶稣来到世上，他就知道他是必死的。你就是知道你要走到哪里，然后在那个绝处之后逢生出来，那个逢生是神，我们的神，好，他大能才会让我们复活，好，复活。好，那以终为始，每一个基督徒的终点是什么？就是要行出一个诫命跟使命的人生。第一个，我们要守神的诫命。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要扛起神的大使命，而这个诫命是什么？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所以第一个，你要先爱自己，你要懂得什么叫爱自己。所谓爱自己，不是人本主义的，是以我为中心，其实不是。爱自己是认识自己，认识神造我这个人，他的用意是什么？他起先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要活出那个目的。活出那个功能，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做了一台冷气机，它既然是一台冷气机，它的功能就是要怎样，要能吹出冷气。那如果很热的时候，它吹不出冷气，它就没有功能，对不对？对，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要爱人如己，所以首先我们要先学会爱自己，而学会爱自己是用神的眼光来知道。神爱人，神爱世人，是希望世人过怎样的生活？是一个荣耀的生命，是一个富足丰盛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从起初，你看，你就从圣经看啊，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要亚当跟夏娃怎么样？吃。神要亚当夏娃什么？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一颗不能吃。对不对？所以神给他所有的可以吃，就只有三棵树的果子不能吃。还有神给他很大的权柄，就是整个世界是由你来治理。神给他这样的权柄，但是很可惜，这两个这对夫妇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得到这个礼物，他们没有得到这个礼物，所以他们的生命就没有活出那个样子，没有活出那个样子，他们生出来的小孩就大的杀小。对不对？该隐就杀雅各，所以整个人生、整个生命都错乱，整个世界也就错乱，因为治理不对就错了。好，那我们一定要回到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来雕塑你，来造就你，让你知道怎么样爱惜自己。爱惜自己是一个从我们是神国的人，我们是不做害羞的事，对不对？我们要活出神的荣耀，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好，然后要爱人如己，也帮助别人活出神的荣耀。所以先懂得爱自己，那个爱自己就是要活出神在我们心中的计划，活出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活出神的旨意。好，
然后呢，也爱别人，帮助别人能够这样，那个这个就是爱人如己。传到第几，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再继续的往各个地方传，从你的职场，从家庭、职场、教会都可以，就开始从你的周围这样去连接，一个影响一个，一个影响一个，这样子就是你的使命。所以以终为始，我们的终点就是要活出什么神的诫命，然后呢，活出神的使命。那每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就是这个。好，那以终为始，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哦。那目标要走这个目标的时候，对不起，下一页。可以吗？下一页。卡住了，对不起，我可能刚刚看到。可以哈，好。但是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刚刚已经讲过了，成圣的道路一定有很多的拦阻，就像耶稣走这个十字架，他连走苦路的时候都有人丢他石头打他，对不对？踢他，他跌倒，罗马兵丁照样怎么样刺他。那你怎么样借力使力？我们得借力使力，绝对不是靠自己的蛮力，没有办法，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要仰望十字架，仰望十字架，就是看耶稣是怎么样，所以常常去默想耶稣走苦路这个旅程，非常的痛苦，他一定是非常的痛苦，他才会跌倒三次。那在这些跌倒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再站起来的？他也允许别人帮他。所以我们不要不受安慰，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也会这样哦，很硬哦，不受安慰。所谓不受安慰，就是说人家安慰你，人家鼓励你，你就不想听。可是你看耶稣呢，他的榜样是什么？他跌下来，他倒的时候，有没有有一个鼓励奈西门帮他扛了一段？所以当我们不行的时候，我们要允许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可以扛我们一程。我们要允许自己求助，我们要允许，仰望十字架，从十字架里面去得到力量，学习耶稣的榜样，看耶稣怎么做，那可以去找那个资源 ，OK， 平静安稳，攻克己身。我觉得怎么样重新得力，对我来说，我最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安静，还有去走路，安静下来可以读圣经，走路的时候可以默想。好，而且我觉得走路很好，走路很容易把你的情绪怎么样沉淀，然后爬梳的比较清楚，还有思绪，因为我们思绪想很多，有时候又看了很多书，哦，这个，很多道理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你知道，世界的道理跟神的真理有时候是冲突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爬梳的一个时间跟过程。那我觉得安静的去走路很棒，像我上个礼拜啊，我就怎样呢？一早起来七点，我记得我是七点出门，对，七点，大概七点零八分嘛，然后呢，我就带了一些食物，然后带了水，就开始去走，走到下午两点才回到家。你知道这样的一个走的过程哦，里面有很多，然后这中间也有下雨的时候又飘雨，飘的哦，我头的湿，都头帽子湿掉，然后那中间也会上厕所啊什么。就是这样哈，走了七个小时哦，七点多回去，走七点出去走，然后两点多回到家，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都被洗干净，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宁静，而且在这个走的时候啊，我就会看清楚更多我自己，也看清楚更多别人跟我说的话，或者是说事情当时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好，我蛮享受一个人自己在河边这样走路，这样走路。那像我清晨 我大概三四点就会起床，我喜欢在那个时候读圣经，或者是过滤一些讯息，然后回应一些讯息，还有记录一些我看到的一些重点，我觉得安静啊，对我忙碌的生活非常的需要。那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安静整理的时间，我们就有办法在做事情的时候比较少犯错。因为你们看哦，当你忙碌的时候，你的心就不见了嘛，你的心不见，你做事情怎么会做得好？而且你做事情怎么能够带出感情？你怎么能够带出同理心跟怜悯心？很难。像我其实我的本性是一个非常急进攻的人，
个性很急，还有非常完美主义。好，那当然这是我过去成长的经验。我以前是有时间控，做事情那个连结要非常的精准。然后在那个精准之前，我已经在脑子里面已经想过很多。我就说，我今天我行程几点到几点要到哪里，然后人家做什么事。对，可是我觉得那给人家很大的压迫感，给我自己也是，给我自己也是。所以后来花了好多年，我在神学院的灵修生活，然后透过三天啊、两天啊、四天啊、八天啊，我过去的三年到五年啊，做了很多灵修的功课，才慢慢把我的时间控改善。我以前真的从我到现在，我到55岁啊，我敢说我没有使用过超过10次闹钟，没有超过10次。就我不需要闹钟，我如果说4点要起来，我3点50最晚5点会起来。自己就会这样设，就是好像心里就有一个闹钟，然后我对季节跟时间那个敏感度是超，我就说我有时间控，然后呢做事情啊又很完美主义，一定要这个要接得很好，不能浪费，然后不能出错，就是这样 ，OK。但我觉得那个都是怎么样，人的血气呀是没有办法成就大事，还有啊人的易怒、人的愤怒是没有办法成就神的大事，因为。你的愤怒也许是对的，你觉得这件事他这样做是错的，也真的是错的，在世界上。可是你知道吗？神的重点不是对跟错，神的重点是怎么样得到这个人，神的重点是怎么样救回这个灵魂。但我们顶多只能怎样把那个人打趴，对不对？他错了嘛，我可以用法律用什么方法来打趴吗？问题你没有达到神的效果，神要救这个人。好，那这个就是我的发现，我也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说。你知道最近，我家因为我有一个车位，然后就是其实长期被霸占，但是因为前面的时候我觉得说我已经转租给建设公司，我就不想管。但是最近我那个要拿回来，然后我就开始去看那个人就是一直停然后就给他拍照，我还打电话去建设公司确认这个位置是没有出租的，那就是表示有人白白使用，对不对？我还拍照然后拍照我还放上一个。那个三角锥说这是私人车位，请勿占用，已经在警告他了，结果他还是置之不理。后来呢，我就跑去管理中心去问，然后管理中心就说，我们会去看一下这样子。我说看一下，这件事已经 很久了，而且我发现很多我们那边很多位置都这样。然后结果他的管理中心就跟我说，我只能去警察去报案，才能对这辆车，比如说把锁车或干嘛这样子。结果我就去警察局，我那天就气冲冲的，我觉得这个人太可恨了，我已经警告你了我就气冲冲跑去警察局。然后呢，我心里越想越气，这种人一定要给他一点教训，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有我的有没有世界的道德跟标准然后呢，我到警察局之后，你知道那个人他接电话，他怎么跟警察说？那里好多车位都是空的啊，所以他就停了。警察说，那你怎么能够进来呢？你那个磁扣呢？他就说他是住户啊，他是住户，他是住在很多空位。然后我就在警察旁边说，哇，很多空位他就是可以停，那人家的老婆看起来很漂亮就可以上，有这种事吗？对，你看我讲的话是不是很白？这就是我们现在世界的标准啊。他觉得你空着也是空着，有这种事吗？你看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没有办法把一些对。是非对错在你的生活中发挥影响力。好，那结果你知道吗？他那个什么，他就跟警察在那边凹老半天嘛，他就说：“好了，那我今天就移开。”他移开就好了，这件事就可以传过水无痕。他代表就这样，那很乖的，每个月缴钱，还要付管理费的那些租客呢？公平跟正义在哪里？对不对？那我就觉得那公平，那些付钱的人公平在哪里？我为这边想，那当然还有我个人的利益啊，对不对？我觉得他应该跟我道歉啊，不是吗？好，结果后来我就跟那警察就说，对方请就说要把电话留给我，看我怎么处理。那这件事我也有跟我先生讲，我非常需要我先生保守我，为什么？以免我很生气的时候，而且你们也可以知道我的声音很大，对不对？讲话吓死人，连警察都会吓到。对，然后呢？后来警察就给我一个名片，他说：“你可以打电话给他。”然后我在路上就打给他了，你知道他就说什么？我就他就说：“我今天会去移车。”
先生，我之前就警告过你了。然后他就说，反正那你那么多位置啊，我也是最近才停的。我说你已经不是停一次、两次，是三四个月。因为他就开始变下去，他变下去我就很不高兴。然后他就说你讲话，他说我讲话那么大声干什么？他已经把我录音了，他把我录音了。我说你录音，你录吗？我真的那时候你知道很火，你知道我说我要告你，我就说我要告你。可是我后来静下来的时候，我就说主啊，这件事就算我告你，我会赢啊，我是会赢的，因为他亲证哈。那我虽然讲话很大声，但是我没有辱骂他，我只是在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我是一定会赢，可是我需要这么做。而且我这么做之后，他就知道有一个告他的人是基督徒，我这样有见证吗？哦，我就在想这个事。可是如果我不告他呢？我要怎么样让他知道说他做的事是错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会一直败坏下去。很多人就怎样怕。然后我跟我母亲提起这件事，你看我生气的时候，我就很怕我自己做错事嘛。神有说过，不要含怒到日落。一个，第二个，生气不能怎样？成就神国。啊？成就神国。对，对，还有一个，神说什么？不要含怒到日落。神还有讲一件事，生气不能犯罪。你看神多爱我，他第一个保护你的身体，因为生气怒伤肝，他怕你身体受伤。然后呢，还有呢，你生气如果犯罪，你的灵就损伤。那成就神的国，那不能成就神的义，那个是另外的，那是更大的。但是你看，我们的神没有叫我们还要走到这里的。神爱我们就是这样爱我们，他先保守你的身体，不要受伤害；第二个保守你的心，不要受伤害，因为你不要让坏人来惩罚你自己，知道吗？你看，这就是神的爱，这跟世界的道理不一样。我妈妈就只会一直跟我说，我母亲，你看母亲嘛，你不要去跟他吵哦，你不要吵哦，这样他等一下会跟踪你哦，很危险哦。他告诉你的就是息事宁人，这就是母亲。那神不是，好，神的教导。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常常去想，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怎么得胜？那我现在啊，因为我的气还没有消，我要等一阵子，我有他电话，我一定要找一个时间，我还是要跟他讲讲道理。这个人，好，然后警察的电话我也留着，我这件事还没有做，等我做成功了，我再把见证告诉你。好，我们一定要实践，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实践我们的道，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道，是生命的道哈。所以我也可以赤裸裸告诉你，我就是会生气，好，我对很多不公义不义的事，我很不以为然，那我必须平静安稳。然后呢，攻克己身，因为圣经里面有说，攻克己身就恰如取成。神要我们啊，胜过自己的肉体、老我跟罪，而不是去攻打城池。也就是说，你今天去帮神盖了十个教会，可是啊，你自己这个人出了问题，对神来说都是羞辱。所以你看哦，很多传道人非常的有恩赐，对不对？但是他婚姻破裂，他性侵他的会友，然后他贪教会的财，有没有把教会的钱拿去乱用？他犯的，他让更多人跌倒，你知道我意思吗？看起来他好像结出了很多果子，结果呢，风一摇，那些果子全部掉落，他没有意义啊。神家的果子要能够长存才有意义，而且这个果子长存熟了之后，它的种子才能够种下去，也才能够再成为一棵新的苹果树。你们知道吗？没有成熟的种子，你拿下来，那个种子是不能发芽的，因为它没有熟，没有熟。所以强摘的瓜不甜，就这个意思。它还没有熟，它的种子也没有熟，而这个种子将来也没办法再长出一棵树。所以我们要怎样借力使力？所谓这个借力是借谁的力？第一个要借上帝的力。耶稣的力，保险的力。第二个呢，借什么？教会的力。第三个要借我们的肢体的力。我们的肢体，好，透过肢体的代表保守，好，那仰望十字架，平静安稳，攻克己身，把自己这个人的问题搞定。你这个人活得很健康，你成为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栽在溪水旁，就是栽在神的殿里面，在神的保守之下。你站在溪水旁，你自然会按时候结果子，你不用担心，不用急，该长出来的时候就会长出来，好，就会长出宝贝的果子。好，
接下来我们要胜的又胜，一次又一次把你自己这个人的软弱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好，你看老约翰也是，你看他以前是火爆浪子，号称雷子，讲话一定声音也很大，大概跟我有点像。然后呢，可是你看他到老的时候，他是这么的慈爱。你看约翰福音啊，还有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你每次去看约翰讲的话，你就会发现真的是谆谆教诲，充满爱，充满爱。好，所以我们要怎样胜了又胜，而且要为主卓越，这个很重要。我要讲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听到啊，我们常常我觉得有些基督徒谦卑过了头，过了头到变自卑，这就不对了。所谓自卑就是觉得我这个也不行，我那个也不行。好，那你如果你的生命变成这样，就说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所以我就什么都不行，这是完全错误的，完全错误。那个根本就叫做什么？不负责任，随波逐流，才是这样。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有神在我们的里面，他一定会日日更新，他会健康，他会茁壮，他会发亮，可是不会怎样刺伤别人的眼，他会健壮，可是他不会踩死别人，他不会强，可是就让别人活不下去，他是不会这样的，不会这样。那我们为主卓越，所谓为主卓越是不是把别人就是把别人踩下去，我把别人比下去才表示我卓越，不是，是我把我自己，如果神让我是一朵玫瑰，我就应该开出一朵丰盛漂亮的玫瑰，如果我是一个日日春，我就是要天天，我是牵牛花，我就开出牵牛花的美丽，这样就对了。活出你的美丽，活出你的那一份，而不是说不行我太美了我不要开，不是这样。你不要想说，我是这么美丽的玫瑰，我怎么可以开？我一开就让所有人都自卑了，不是这样。为主卓越就是把我自己活到淋漓尽致。所以我很高兴今天听到那个第一名的小朋友，这就是为主卓越。那他的卓越完全无伤于别人可以进步。有时候就是有人很优秀，我们才知道我们可以还可以有一个向前努力的空间。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人类的进步都是因为有人突破了，有人相信可以飞，所以就有人飞起，有人认为我们一定可以离开地球，所以我们就可以到了月球。就是你要有一个相信，你有一个眼光，有一个这样可以让自己卓越，好，让自己卓越。其实我觉得你们最近就是可以看一看，我觉得以色列人现在正在上演大戏，就整个世界这个大舞台呢，神透过他所选的犹太人正在上演一出戏给世人看。你可以看看犹太人有多么卓越，你看他们在打这场仗的时候有多么的卓越。我觉得真的他们是在跟魔鬼打，你知道吗？不是，我不是在说巴勒斯坦人是魔鬼，我要说哈马斯是魔鬼，真的他们是魔鬼。为什么我这么说？如果你们有看到新闻，你们知道吗？所有以色列人的什么国防部长啊、总统啊、外交部长，他们的小孩啊，顶尖优秀的全部上战场去打仗。而且呢，犹太人的兵啊，一定是官在前，兵在后。官就告诉他们跟着我。可是你看哈马斯的人呢，最有钱的在哪里？卡达，吃香喝辣，对不对？账户里面几十亿美金，是不是？然后其他的躲在地道里面指挥，出去打仗的都不是他们，死的都是别人，而且先怎样？先让那些难民，对不对？他在难民营里面设那些什么发射火箭的地方，他在医院设发射火箭的地方，他所用的地方都是先让最脆弱的人挡在前面，让他们成为他的什么挡箭牌，所以叫做人肉盾牌。你这样一看就知道了，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看起来似是而非，其实你只要看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爱，是不是生命，是不是道路？你只要这样想就知道了。你看他们背后是爱吗？反正死别人不是死我，对不对？然后去捞到的补助款都变成他们自己的。然后你说战争要打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叫难民赶快躲到地道啊？没有啊，是他们自己躲进地道，难民就要在前面替他们挡子弹。所以啊，圣经不是说吗？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不是把羊煮成羊肉，对不对？不是把羊拿起来煮来自己吃，可哈马斯就是这么做。
他把他们的百姓拿来怎样，当作他们的挡箭牌。可是你看犹太人，他在这样被人家污蔑，然后媒体一面倒，连 CNN 哦，这种都是国际品牌的，连联合国这样子的国际组织，他们所讲出来的话，当然我知道你们里面可能有一些人的观点不同，因为这里面有太长的历史，你要看你从哪里开始看，对不对？到底是犹太人占了巴勒斯坦人，还是巴勒斯坦人占了犹太人？因为那块地从神说是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请问你们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打败当地的人？也是有啊，他们去也是打人的啊，有吧？有啊，对啊，所以其实从起初神就让他们为他们的土地怎么样征战。可是呢，如果你只是看你用世界的和平，用世界的爱，用一般宗教的博爱来看，你就会觉得说，你看，其实我们的上帝也是一个很可怕的神。你看，他都叫了他的子民去打仗，把别人打死，然后占自己的你们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吗？迦南当时是多么可怕的地方，那时候的人已经怎样？就是神第一次用洪水淹没挪亚。挪亚那个时代的时候，神就说怎样，这个土地已经满了罪恶，他要把他们所有都淹死。为什么？因为这些肉体啊，已经里面住的不是圣灵，已经不是，他们已经是被魔鬼辖制，他们是神，耶稣是道成肉身，可是他们是怎样，魔鬼附身。所以你看哦，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不是一直在赶鬼？他一直在赶鬼。因为我们的人的肉体已经怎样献给鬼了，你既然献给鬼，那鬼就会怎样利用你去做很多坏事，利用你做很多坏事。好，所以呢，神那时候就要他们怎么样把整个有没有灭绝？可是你看，从扫罗王该杀的就没有杀，然后呢，该就是不能要烧掉毁灭的东西又怎样贪财又把它留起。对不对？你看像亚干他们那一组不是也是这样吗？啊，看到金子很棒啊，看到这个衣服哇这么漂亮，就怎样暗杠起来，那里面都是不圣洁的，那你那种不圣洁，你的心思就怎样，就会渴慕那个东西，你不是渴慕神，而且你不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可以赐给你更好的东西，你才会觉得这个东西眼前这个东西很好。那不是只有犹太人犯这个错，我也一样，我们都会哈，所以过去的这些历史的教训，一个一个都写在圣经上，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记录哪一个人是完美无瑕的。我们的圣经最可贵的就是不是在歌功颂德，不是在讲圣人怎么样，比较多是告诉我们说，那些属灵人他们在走这条属灵的道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跌倒的，还有他们是怎么在跌倒中重新站起来。重新找到力量，重新找到方向。那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要胜的又胜。我们为主卓越，我们要寻良如鸽子，而且要灵巧如蛇。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太多诱惑，它会让你失焦。而且就算不是诱惑好了，就算你在教会，你很被保守。那我想请问你，教会里面敬拜有没有很重要？有。读经有没有很重要？有。祷告有没有很重要？有。布道会有没有很重要？有。好多都是好事，都不是坏事。可是呢，你就只有一个人，你一天就只有24小时，那你怎么选择？你知道难的时候，不是我们去，不是去分辨好事跟坏事，也不是去分辨不属灵跟属灵，而是在属灵中，我怎么去选择最重要的？上好的玛利亚，她选择到耶稣的脚前。马大呢？他做的事重不重要？重要啊！等一下那些人都要吃饭呢，要不要有人煮饭？要啊！但是他一边煮一边怎样？抱怨，对不对？他心里满是伤痕。所以其实基督徒的生命啊，那个挑战，不是说我不会选择。就不是我不知道好坏是非好坏，不是，是有时候这么多好的，我到底要选哪一个？我先做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我先做什么是神的心意？你看哦，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每次医治的时候，有没有很多人排队要来医治？
有好多人那么听到说我这个夫子 会怎么样医治人，可以医治大麻风，可以让瞎眼看见，然后让瘸腿行走，很多瞎子很多瘸子都想来，还甚至有人把那个天花板打开，然后他的朋友把他坠下来，是不是？那耶稣怎么选择？你们知道吗？像我们在当一个我在学当一个助人者的时候，我也常常看到这个人我也想帮他，那个人我也想帮他，问题是我已经精疲力尽，那你就要去看耶稣怎么处理。你们知道吗？好像是在把彼得解出来哪里有一段经文，有一天我终于找到那个答案，就是有一天呢，耶稣他就是他本来事情做到那个时候已经要结束，可是就是有人一直送人过来，那耶稣就忙得很晚很晚，那忙得很晚很晚之后就要休息了嘛，就休息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先退下去祷告，他先退下去祷告，然后隔天清晨啊，已经一堆人排在门口了，然后耶稣又跑去客西马尼园祷告，然后他回来，他的门徒就说：“夫子，夫子，你跑去哪里？好多人在门口等你了。”耶稣就说：“让他们去等吧，我们走吧，我们要去哪个地方去？”耶稣就这样。那如果我们没有搞懂那个意思，我们就想，耶稣怎么这样可以遗弃所有人的需要，然后就自己走了？我后来才知道，因为那些人他们来，他们只想来怎样，来要恩典，他们不是想来认识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我们常常要的东西太小，我们只要一个恩典，比如说啊、哦，主啊，我今天没饭吃，就给我饭吃，这样。其实你该求的是说，主啊，是不是教我如何去打？我从今以后会自己打，而不是请主赐给我一条路。我后来就明白，耶稣他那个时候，因为那些排队的人，他们来只想赶快把我医了，医了，医了这样子。可是你今天医了，你明天又好了吗？还是你继续瞎下去呢？那有的人眼睛看见了，现在看得见，可是你心里的眼睛却瞎了。那有的人呢，本来不能走，还不会去做坏事。结果会走了，你看像那个新瓦尔，对不对？以色列人把他脑瘤，哎，以色列人把他开刀开好了，结果让他回去之后，这次的恐怖行动就是那个新瓦尔策划的。所以依了你的脚，你不认识神，你得了这份恩典，你没有带给世界祝福啊！你的脚是奔跑去怎么样？去杀无辜人的血，你去流无辜人的血。那你这份医治我给你干嘛？对不对？那我让你看见，你看见的是什么？你有看见神国吗？还是你看见的是你自己个人的利益呢？所以其实，读圣经要读到深入进去哦，才明白原来耶稣是这样。我当时也想说，耶稣就这样甩头就走了，那些人不是傻眼吗？我当时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读经会一层一层，好，越来越深哈。好，那寻羊牧歌就说，就像刚刚我分享的，我是不是可以用好好的讲？我可以跟那个先生说，先生，那你说这个车位很多地方都是空的，那你就可以停。那请问你，那些人，其他人是傻瓜吗？他们就是自己摆摆脚前这样子吗？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我是不是可以寻羊牧歌跟他讲话，跟他们讲，对不对？然后让他开始照妖镜，哈，越看越清楚，对不对？我现在正在准备。我要寻良如根，好，然后灵巧如蛇。他如果跟我辩解，我不能生气，我一定要让耶稣的爱跟耶稣的智慧在他面前发亮。好 ，OK， 圣的又圣。最后，我们的行动决定我们的疆界。我们要跟神祷告，我不是只是要一条鱼，我也不是只是要看见，我还要看见神国。我要的是。能够用神的眼光、神的心跳、神的心意来过我后面的人生，这才是我们应该要来扩张的疆界、在现实之中实现我们的命定、现实实现，这就像寻羊如歌，然后灵巧如蛇，道成肉身，就是说你这个人身上就能够反映出神的道，然后你要有信心跨越，靠着十字架的力量，然后最后可以结实我们，活出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学习亚比斯跟神祷告，扩张我的境界。
好，我们现在进到我们的诗歌，我们进到这个亚底斯的水，他当时怎么跟神祷告，让你自己今天就成为那个祷告，整个生命全然的献给神，跟神来祷告。你来听这个亚底斯的祷告，那我也来为你们代祷。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安静的时刻，我们要去邀请圣灵进到我们的殿，我们在这个光明节，这个献殿节，我们跟神说：主啊，我的身体就是你的殿，欢迎圣灵来住进我的殿里面。主，我也很享受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主啊，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主啊，即使是一刻，主啊，都胜过一生。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荣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圣灵，我们邀请你进到我身体的殿。
向我们的心意，主啊，你的旨意里面，以至于主我们的求，主啊，蒙你的悦纳，好像亚比斯一样，好像今天主啊琼慧姐所分享的，主啊就是在你的国度里面，主你也包含了对我们个人的祝福，对我们家庭的祝福，对我们教会、城市、我们的国家，主因为主你的心意，主啊向着所有的世人都是好的，主谢谢你，求你给我们。跟亚比斯一样的意念，主让我们在患难当中，在许多这些情况当中，主我们不抱怨，主我们更多的是感恩，更多的是赞美，更多的是主有对的祈求。主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当中有声无声的祷告，也更恩待我们主在你里面不断的向你有一个对的祈求的心智。主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一起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请坐。那我们今天就是一样会后在辅导有辅导处小组一点。那我们等一下，大家都欢迎留下。刚前面有报告嘛，就是 Rick 去拿披萨了，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在那个一起共餐，然后也跟等一下孩子也会下来，就是当中换谁可以跟他祝福，好，然后我们就在这边结束去了，大家可以彼此祝福。如果有需要祷告，可以留在这边。燕秋姐，我们是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教会很多都参与的哦，幼稚啊一堆人。Thank you.